既有人容不得济公，而济公却还是他那老样子，只得暂别灵隐，云游天下，继续他的游僧生涯。这一天，他来到天北山寻访他的老道友玉清真人。一顿了，肚子咕噜咕噜叫个不停。好吧，你二人把切糕上的花生红枣挖下来吃掉，把切糕留下，为师自有用处。是。谁？啊，我找你们师祖玉清真人，我跟他是多年的至交了啊！啊，等一会儿。师傅，有个穿破衣裳的和尚要见师祖，说是师祖多年的至交。对他说，师祖啊，出外云游去了。是。我家师祖出外云游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是找你们化缘来了。化缘？化你们10000两白银。啊，10000两？好，那就1000两。1000两？没有。哼，100两呢？100两没有。连1两也没有。哦，是啊，好，那就1壶酒。酒也没有。1块肉。肉也没有。那1块切糕。不行不行，切糕我师父还有用呢。切糕有用，切糕有用，哈！哎呀，玉清道兄啊，你不在呀，我只好代替你教化教化你这个徒儿喽。
干活干什么了？快点。师傅，这药能治病吗？不许多问。差不多了吧？哎，把药都做完，快。放这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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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这儿。求大伙发发慈悲，我有病了啊！小女子婆母昨日亡故，求大伙发发慈悲，施舍点银两。李夫人，请到别处求施舍吧，贫道要在这里舍药。去吧，去吧，啊！不这，不这。哎，师傅，这样行吗？快快快，弄好，弄好，这铺好了。哎，往那边站。好，哎，对，贫道乃三清宫假真道人是也。昨夜正在观中打坐，神仙托来一梦，说这方有难，要贫道舍药救人。有病的服下定会药到病除，无病的服下也会延年益寿。真的吗？有药无药全在机缘，心诚者神降天药，无论给钱多少定会赐福。无量佛，我试试。看看，哎，看看，真的假的？哎，哎，真有药，真有药，神了！哎，黑色，哎呀，哟，哎，看看，真是啊！这丸药乃上天所赐，能治体虚百病。五劳七伤，妇女胎前产后，男人五饥六惧，无论男女老少，诸般杂症一吃就好。哦，真是呢。啊，谢道长，谢道长，谢道长。无量佛。啊，诸位诸位，这丸药乃上天所赐，能治百病，药到病除，快来求药啊，诸位快来求药啊。啊，诸位诸位，这丸药乃上天所赐，能治百病，药到病除。啊，诸位诸位啊，那我用这个葫芦给您换药吧。哎，你这个葫芦能值几个钱呢？去去去去去，诸位诸位诸位，这丸药乃上天所赐，无量佛，无量佛，无量。小李子啊，别哭别哭，起来起来起来。你在这里怎能求得钱呢？我看你啊，还是去求求那位仙道施舍些银两吧。来，去去去，随我来随我来。哎，闪开闪开，紧闪开紧闪开。对啊，来来来，说说说说。仙道，小女子婆母昨天亡故，丈夫外出未归，我不求仙药，只求仙道施舍些银两，安葬小女子的婆母，求仙道开开恩吧，发发慈悲之心吧。这药钱是供奉神灵的钱，岂能给你呀？啊，那好，那你就把这些钱借一些给他嘛。这药钱是供奉神灵的，岂能他用？哈哈，那好，那就用我这个葫芦换一些钱给他。哎，又是你这个破葫芦，能值几个钱呢？去去去去，好好好，那这样，你这个钱既然是神灵的钱，那你就替他向那位神灵求一求，先借一些钱给他嘛。神灵的钱
岂能他用啊？嗯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看呐、啊，这方的神灵是不会施舍的了。这样，我和尚替你求求那方的神灵试试看啊！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啊，来等着啊！嗯，啊，过往神灵，这位女子亦有危难。求神灵慈悲救济呀、啊！哎，啊，这丸药乃神仙所赐，快要到病除。哎，这就是钱了，什么都来了。哎，放这儿。哎，求神药。哦，你看，那果真有啊！谢道长，哎，不客气。走，啊，这丸药乃神仙所赐。哎呀，妈咪妈咪哄，丸药，哎，这不是你的山坠吗？走走走，走。天哪！还有还有还有，等着！哎，这玩意儿。天色不早，今天不再舍药了，散了，散了。走吧，走吧。啊，这钱嘛，够安葬你婆母的啦。谢谢师父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真是，好，散了。师父，这些钱够您快活一阵的了吧？嗯。道长，快看看吧，你的那些钱都被穷和尚给你搬走了。啊？和尚呢？往那边去了。哎，快追！哎，哎，你在这儿呢？站住！站住！你这个穷和尚，你，哎，你还我钱！别了，别了，怎么了？刚才那两个秀才说，你用搬运法把我的钱都给搬走了。哎呀，那哪是你的钱吗？那分明是神灵的钱吗？你还我钱，还我钱！啊，既然你要嘛，那好，我再给你拿回来。嗯，怎么样，要吗？要要。收好了啊！不要再让神灵收回去了、啊、是是，走吧走吧，去吧去吧。怎么又变没了？这本是神灵的钱，你呀、啊、是得不到的。要知道金银财宝取之有道啊，你的东西嘛，总会还给你的。看，恕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要拜你为师啊！来来，快请，快请！哎，不行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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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收下我这个徒弟，收不起，收不起，收不起！哎呀！师父，您就教弟子个法术吧。哎呀，那我怎么敢当呢？
是。去。拿酒拿肉，拿酒拿肉啊！先吃点儿，给我点儿，给我点儿，给。打酒拿肉，拿酒拿肉啊！娘子，快快快，童儿，快去。师傅，没了，还当什么呀？啊。师父，您看，全都荡光了，没钱给您买酒喝了。嗯，哈哈，啊，荡光了啊，哈哈，那我也该走了。哎哎，师父，师父，您还没教我法术呢。教什么呀？搬运法呀。我哪里有什么搬运法呀？我要是会搬运法，我还跟你要酒喝呀。师父，师父，你怎么了？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不要紧不要紧，有我呢。来来来，师傅，咦，师傅，童儿。真灵啊。师父，这里边是什么？半葫芦药酒。半葫芦药酒。哎呀，师父，这搬运法太难学了，弟子想学容易的。那你想学点什么呢？把这葫芦里的药酒施舍给我一点儿，我也可以给人治病啊。呵，我这药可没有你那切糕好啊。哎呀，师父，您就赏赐给弟子一点儿吧。嗯，可是我只有半葫芦。我就要一点点儿，一点点儿，一点点。那好吧，请请。请您请。这边这边请。好，这儿。坐。师父请坐。好，我就真给你点。谢师父。听听。拿东西来，拿东西来。师父。好。好，慢了慢了。
来来，还要啊？好好，接好接好。还有嘞，还有一碗。哎呦，你哎呀，真是你呀！啊，好，是是，好了。哎呀，这么大一个缸啊！是呀。师傅，请为弟子灌满。好，满足你。谢谢。我已经不多了。哦，是是。你来。师傅，您这药酒果然灵验。不信吗？你自己试试啊。那我就挂牌行医，包治百病了。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了，我可睡觉去喽。有人来看病来了，快请吧，快。小丫头，喝下去。给。怎么样？不疼了。好，好。谢谢。慢点，走吧。下一个。肚子疼，喝下去。这儿。哎，好，哎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坐。腿疼能医吗，先生？啊，能，能，喝下去。怎么样？站起来。往那边走。嘿。往回，不错，不疼了，先生。啊，哦，这儿这儿，谢谢。走了，童儿，拿着。看呐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把衣服赎回来。快去。把你们师祖给请出去。是。哎，你走吧。
刚学会了一点不大不小的本事，就不要师傅了。哎呀，走吧。我走，我走。快点，走吧你。哎呀。哎，你呀，早晚会把我请回来的。您怎么在这儿？弟子到处找您呢，您快回去吧。啊，你呀，就知道你必来找我。师傅，师傅，请上座，请上座，真客气啊！好，请我何事啊？师傅，弟子的药酒怎么不灵了？我看，不是我的药酒不灵，是你的心不诚啊！啊，快拿碗来，先救外面的病人要紧。哎，好好，哎，快拿来。救病人，还有办法？还有，师父，您把这葫芦给了我吧。你要这个？是啊，拿去。哦，哎，师父，怎么倒不出来？哼，你功夫不到，他不跟你。啊，师父，您把弟子这个葫芦也变成您那样的宝葫芦吧。啊，好，满足你。有了。啊？哎。果然有灵啊。好，现在你也有这半葫芦药酒了。谢师祖。师父，师父，啊，周员外派人请您去给他家公子看病。哦，说我马上就去。啊，是，随后就来。哎，师父，您干嘛去啊？哎，给周员外家公子看病啊。哎，师父，您就不用去了，有弟子前去就行了。您留在家里。喝酒啊，您坐着，童儿陪着师祖在家啊。您不去了。嘿嘿，我这个徒儿啊，有了好事嘛，总是忘了师父了。
哪来的熊和尚？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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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走走走，我是贾珍道长的师父，来给你家公子治病，你还不快给我通报去啊。贾珍道长有你这样的师父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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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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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周员外，我给你家公子看病来了，你还不出来迎接啊？周员外，我给你家公子看病来了，你还不出来迎接啊？周员外，我给你家公子看病来了，你还不出来迎接啊？哦，来了来了。请问你是？我是贾珍道长的师父，徒儿他一会儿就到。圣僧到了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请。快快白酒上肉啊。好好好，快快白酒。吃好了酒嘛，好给你儿子治病啊。老爷，贾珍道长来了。我说我徒儿马上就到吧。快快有请。是。道长请。你怎么刚到啊？好，请。员外，不知公子所得是何病啊？再大的病症也先吃完了酒再说啊。员外，酒席摆好。快请，请入席。好。请请请，道长请。来来来。好。请。来来来，请啊请啊。请啊。啊，来来，好酒啊。吃吃吃。道长的酒威力无比，远近驰名，喝下去药到病除啊。哪里哪里，这药酒乃贫道多年精心修炼所得呀。就怕这回再靠他半葫芦药酒就治不好你儿子的病喽。不知这位师父宝刹在哪里呀？不知啊。他不是道长的师父吗？师父？谁说他是我的师父？我怎么能有这样的师父？你怎么又不认你师父啦？你这个疯和尚竟敢到此骗吃骗喝。来人呐，把这和尚轰出去。走走走走走走。对你这样的徒儿嘛，我是惹不起躲得起啊。走走走走。好，我走。大山快点走。你走。我的鞋我的鞋。滚。走。把我的鞋还给我呀。走走。员外，这公子的病从何而起呀？只因三个月前我儿在花园读书，不知何方妖魔将他缠住，如今我儿瘦得不成人样，卧床不起，故此请道长前来降妖镇宅，驱邪治病啊。这有何难，待贫道今晚设下法坛，施展法术，定将妖魔捉住，再将贫道的药酒给公子饮下，公子定会药到病除。好，小儿的性命就全仰仗道长了。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啊。
三清教主神佛在上，弟子假真道人在周寨捉妖，望神佛保佑，教主庇护，将妖退去。弟子得银两回灌之后，定要挂袍上供，烧香还愿。无量佛，烧第一道符，狂风大作，烧第二道符。第二道符，妖精捉到。这第三道符，人变为鬼，妖化为气。你本该在山中静心修炼，却竟敢做法骗人，今天饶你一命。这半壶了药酒怎么能满足你心中的欲念？待我用这半壶了药酒来洗刷洗刷你心中的妖魔吧。谢姑饶命，谢姑饶命。谢姑饶命。嗯，谢姑饶命。你该用这半壶了药酒来洗刷你心中的妖魔了。去找道长。是。员外，道长在这儿呢。啊，哦，来了。啊，道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啊啊，和尚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我来找我的鞋呀，我的鞋呢？找鞋啊！哎，你来看看，道长这是怎么了？啊啊！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他的病啊，要我来治。啊，好。
仙姑饶命，仙姑饶命。哪里有什么仙姑啊，你看看我是谁。你看看。哦，师父，师父，感谢师父救命之恩。不敢当，不敢当，我可不敢当你的师父啊！师父，还求师父搭救小儿性命啊！你儿子根本没有病。老爷，老爷，公子的病好了，已经下床了。怎么样？多谢圣僧搭救之恩。哎呀，我的鞋呢？这个嘛，给你了。哎，弟子再不敢要这半葫芦药酒了。他倒是明白了啊，回去好生跟你师父修炼，功道自成。是是，送圣僧。